你们还记得西门打到镜子那一季，他把镜子卖了之后拿了很多的有很多的钱，然后他想要提升自己的装备，然后就有一个观众跟他讲说你要买这个啊，买那个啊，买这个啊，买什么啊，然后全部东西买完，然后西门出去挥了两下跟屎一样，伤害超低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他说为什么这么烂，然后就有人说啊你这个天赋就不对啊什么东西，结果你知道吗，他是玩流血的，然后那个人家配了一个冰抽血的全套装备，他的观众都没有玩 POE， 这样你懂吗？他的观众都没有玩 POE， 然后可能有一个人、两个人有玩，然后。For those who ascend too quickly, the fall is inevitable. 你被征召了。所以你刚刚讲啥？没有，我也没要讲啥，我只讲说就是有个实况组，然后自以为很厉害，然后都在呛他的观众，殊不知自己是个小丑。谁呀、啊？就是那个昨天那个小丑实况组，还跟另外三个小丑一起打一个大的小丑，然后那个实况组还超帅，扛了一个假的小丑跟一个没装宝石的废物小丑，过了小丑三门。我问你们，你们觉得一个副本四个人打一个辅助？所以是三个输出一辅助打一个副本，你觉得伤害占比应该要怎么样？我跟你们看，这是我们昨天打完之后的截图。你们知道这个战斗道具使用次数是什么吗？就是我的队友被那个网晕到的次数。因为只要他们被晕，我就要花钱用那个符咒帮他们解晕。那你知道下面这条发光的线代表什么吗？代表你的这个值是全队最高。还有一个很棒的人是我们的辅助。他从头到尾就我跟他两个人，你带了三个辅助吗？我只带了一个辅助，这就是问题。我宁愿是带三个辅助好吗？问题是我只带了一个，你最后有牙起来位置在哪里？干那个就忘了吧。干，昨天我打到我们最后一把要过的时候，我牙起来，我直接暴怒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想到我会暴怒，我以为我是很抗的人，没想到我最后会暴怒。重点是我暴怒的那一把。我们要过的那一瞬间，我暴怒。哎，靠北！安娜红比他还快倒的啊！血！哇，吓死人！那个王最后一个阶段很北蓝，他地上会有个黑牌旗的棋盘。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机制，我不知道机制的原因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的队长说没关系啦。等那个机制来，我叫你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就好了，所以不用知道。这是我们开打的前情提要。然后我们第一次终于进了那个黑白棋的那个阶段，然后那个假小丑躺在地上之后呢，我就开始问他说要放哪里，然后他就说你看我的 DC 直播。我那个时候脑细胞差不多大概少了大概 20%， 还有 80%， 我他妈在打那个网，我还要闪地上的技能，我还要输出，我还要看炸弹在哪里，我还要开你的 DC 直播。然后他就说左边第二格，然后那个地板是菱形的，请问一下左边第二格是这边的第二，这边第妈的还是我的左边的第二格，还是从左边数过来的第二格，还是他妈的王左边的第二格，还是我的左边的第二格？你总共这个阶段，那个王会掉三次炸弹下来，然后他很严格的点在于说是你要刚刚好第三个炸弹让它连成一直线，前两颗都不行哦，你要刚刚好第三颗炸弹会连成一条线，这样才可以。然后连成一条线，刚好第三个连成一条线，那个王的绝招就会被打断，然后你就不会死。我现在才知道要怎么做，但是我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。然后我们的场外指挥，我把声音调大一点，你们听他怎么指挥的。你被点了，没有，我 Q 刚刚踩的那个位置，不是，左边那个，左边最左边，里面这个吗？这个吗？不是，你们不是看得到？啊，没事，别，很难。不是啊，你讲的没有人听得懂啊，什么叫他站的位置？我是他妈的可以看他在哪里，是不是的？
然后他现在就不讲话了。我更气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还没打完，我喷一下子，他不讲话了，不讲话，我怎么知道要放哪里？干，不是，那你听他，你再听一次他讲的话跟我放的位置，你们想象一下，我有没有放错？没有，母 Q 刚踩的那个，母 Q 刚踩的那一个，我现在在被王追，我在全力输出这个王。母 Q 刚踩的那一个，请问一下是哪一个？母 Q 是这个人，他名字叫母 Q， 你有没有看到？请问一下，母 Q 刚踩的那一格是哪一个？你要顺，你被点的没有，母 Q 刚踩的那个位置，不是，他一直在移动啊，我怎么知道他踩哪一格？里面这个吗？难道他要讲了？里面这个吗？左边那个，左边最左边，最左边，你有没有听到？最左边，所以我走来这个位置。左边最左边，里面这个吗？这个吗？不是，又不是左边最左边，又不是。他说母 Q 刚刚站的那一格，然后又说左边最左边。你的视讯走开一下，不要啦，脸很凶欸，那个表情是真的气。那你们现在就知道我平常是真的很 nice 的，是不是？而且我有的时候看起来生气，其实都没有在生气，我都只是想关台而已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呀、啊？你都不讲哪一个格子？你刚刚说你看得到，我以为你有在看我的直播、哦。我是有在看你的直播，但是你没跟我讲看哪一个点啊？你只说母 Q 那个位置，你没讲要看哪个数字、哪个编号啊？抱歉。你只说母 Q 站的位置，你有讲哪个编号吗？你第一次讲锦衣，你第二次没讲啊？我怎么知道第二次是几个编号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不是忽然暴怒的好吗？是，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，你们懂吗？要从那个棋盘开始的每一步，它都一直这样起来的。我有在看他的 DC 直播，但是他的 DC 直播上面有很多个数字，你知道吗？他上面有锦一、锦二、锦三，我以为是第一个炸弹要放锦一，第二个放锦二，第三个放锦三，所以我看的时候，我会去站在，例如说这是第三个炸弹，我会看他，我会放在他锦三的位置。然后他又说不对，你要看我的画面啊，但是他也不讲到底是哪一个数字。我不是第三颗，我放在景山吗？没错吧？结果又不是。我要放景一，为什么三次都放景一？那为什么你要给我看景二跟景三 ？Tell me， 小猪，我们检讨完了，我们发现关键问题。问题就是母 Q 在乱动。问题就是母 Q 在乱动。对。为什么母 Q？ 为什么母 Q 不站着？